的脱口而论。哇哦，现在去 MV 拍摄的路上，也是第一天。妆造完毕，这个帽子，衣服看得不清，就用它开了个灯，这下看得清。嘘，嘿嘿，原来是这样的。然后是这个帽子，星星样子，耳环。过一会儿就是舞蹈拍摄了，加油！第一个集体结束，换发型，换了个发型，换了新衣服，然后拍第二个集体睡。大场面，大场面。现在凌晨1:30，最后一个镜头。啊，室外我穿的还是短裤，我冷死了。加油！但真的好冷啊，快点跳舞吧，好冷啊。继续你。刚换好衣服，天气结束。明天一大早有集体，然后是我的个人。今天继续拍给你们。我换回这套衣服，今天的第一个镜头行，结束呀！看看，刚才时间有点赶，中间没有拍到视频。就是很紧急的画了个类似于机器人，就是那种银色的，这样的妆，然后拍了几个镜头，现在结束了，那今天就到这了。